小油库玩。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蛰伏了这么久，整天苦思冥想着一夜暴富的方法，如今终于被我想出来了。那个方法就是抢银行，当然抢银行可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，于是我召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队友，疯狂飙车者牛仔僵尸负责运输钞票，武林高手坚果大师负责解决保安人员，顶级黑客飞机头僵尸负责网络攻击。相关计划和各自职责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的职责已经知道了，但是你是干啥的？我看来他没啥用啊，我们三个去就行了，这样还能少个人分钱。没错，我们快出发吧。喂，你们带我一个。成为富翁的方法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